我在保护那个发电机啊，那发电机淹的话怎么完蛋？中秀东路五段淹大水，整个中秀东路都淹水了啦！傻眼 ，shit！ 上次淹水可能是那莉吧？那莉之后好像还有一次有淹水，超扯的啦！店门口一片汪洋，店里面也淹水了。Thank you.